好，那到了最后结论的时间，那我们列出一些就是每一款荧幕只有它有的特殊功能。那像是我们先从 Feel World 开始，第一个就是它有一个 Jesus Christ 繁体中文啦，嘿。好，最后我们来做一些结论，就是我们这四款荧幕，我们说一下每一款荧幕它只有它有的特色。What the heck？ 然后到了最后结论的时间，那我们先，然后到最后结论的时间，然后我们列一下每一款荧幕只有那一款荧幕有的特色，就是为什么要买那一款荧幕啦。那我们先从 Feel World 开始。那 Feel World 呢，我觉得它是一个操作最直觉，然后就是操作最迅速，就是它有一些像是这种快速的选单，你可以快速叫出你想要的东西。然后第二个就是它有一个 USB Type C 的供电，这是其他没有的。所以如果你想要忽然用一个行动电源或者是一条 USB 供电是 OK 的。那最后一个特色就是它是唯一一台有繁体中文的荧幕，其他三台是没有的。就是如果你需要繁体中文的话，Feel World。品质，先讲品质吗？先讲品质好了。